卫星世界风水真经，今日咧，七节咧，咱阁继续来讲风水真经，这个风水五条观。顶节咧，讲到这个气，吼，讲到这个气，甲气，吼，这就是空界，吼，这就是色界，空界就是咱的意识界，看袂到的。望未到啊，感觉未到诶。但是对咱的佛心、心灵上，我都感觉。但是这个空界呢，也是这个色、这气、个、呢。啊，这个气啊，是咱的原动力，咱的生命的原动力为气，生命的原动力。生命的原点，啊，这个色气呢？就是色界，色界就咱看会到的，好、哦、看会到的，感觉就摸会到的，闻会到的，嘴子食会到的，这就叫做色界。啊、哦，色界呢，就是佛法在世间，不离色间界。在世间就是色界或者世间，哈，色界或者世间，不离世间界，不离开世间的物件来主角，来结果，哈，离是觅菩提，恰如。这就是讲，咱要修行的人啊，一定袂当离开世间的代志。世间是咱修行的所在，所以佛法在世间呐、啊，就是这个气，这气去循环，去追求。佛法在世间，就是在世界内底，吼，不离世间界。咱若要悟道的时啊，不离开，袂当一定唔通离开世间，这世界来主角，来感觉就对。离世离世灭菩提啊！好，咱离开世间法的世界啦，要找去菩提多的时啊，恰如蜜兔脚，那就是土啊内底要找土角，土本来就无角，所以要修行的人啊，必定爱伫世间的种种的，叫做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内底去感觉出来，叫世界。好、哦，所以若要悟道啦，离开世间要悟道是招病的，不可能。哦、所以真的啊，你是哈，你、哦、这个过去生啊，足济的大法师啊，拢会当悟了大道，拢会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来在打滚。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五祖弘忍大师，伊将这个出世法的哈，放好这个慧能大师的时啊，伊就开始下这个世间凡尘来。迄就是甲咱讲讲，你佛啦，你成佛了以后，你嘛一定爱来凡尘世间去体验，你才有得成佛，那是无可能成佛。哈、哦，若是讲你离开这个娑婆世普通咱这世界啦，哈，社会尘埃啦，哈，才去要去成道是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
所以啊，你要成佛成道了，一定爱在世间去体验。在世间呢，家庭、夫妻、关系、互助、朋友，哈，这拢是咱体验人生、体验新心灵的所在。所以，若是讲离开一个家庭，要来体验家庭的生活时啊，是根本就无可能。你将来头到尾，你无家庭生活的经验啊，你根本就无可能替众生解决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困扰，是无可能。假使你呢，无在社会上啊，成立到啊，好多做任何种工作，比如成立公司的时，公司无做的，你有一天啊，信众地主啊，众生有困难来请示你的时，你无可能甲解决伊，无法度提醒伊。这个社会，伊事业上的风险，根本就无可能。曾经啊，我捌听看迄个电视啊，吼，也是迄个人在访问，请教师傅。我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安尼吼，啊吼，我两阿公是足厉害的，唔知啥办。嘿，你若像我无结婚，拢无这烦恼，胡说八道。你若像我若无结婚，拢无这烦恼啦，哈。这啊！你老你对对老爸老母遐来，还佫老爸老母呢？你所有一切断掉去，这不是真真正正的替换众生解决问题。这造成众生那无知的时啊，叫了嘞。我若要结婚的话，我惊嘞。啊，当时还袂结婚的时候，哦，今日嫁一个翁，也是娶一个某，有一个家庭，感觉足圆满哦，足欢乐真好。啊，跳一旦意见袂合去，你要听我的，若唔听我的，我就安怎？啊，你哎，互相。争斗来哈，那个，所以你无去了解家庭生活啦，你根本就无可能替众生解决家庭的问题。啊，人伫世间，在世间嘛，佛法伫世间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啊，大行大事都爱体验，人伫在世间呐、啊，叫做体验，叫体验，尝试，尝试。叫尝试，啊，尝试世间，尝试世间事啊。这尝试的喜怒，好，尝试世间的。世间事，喜怒哀乐，平如归见。假使你若有，即一挂信徒众生啊，伊讲啊，老师啊，哦，我这足烦恼了，我是安那啦，做生意安那，想叫你们做生意，像我来出家，唔知我来修道，唔知偌好势咧，哼，我拢无烦恼，哼，胡说八道。啊，你的钱要对待，你嘛哦，靠认真赚钱咧，嘿，爱来布施佛祖来，供养佛祖，供养八道啦，供养佛祖。啊，你又无家咧做，你要对对来，所以这唔是这个法，哦，这世间法。个人因缘，这拢是贫富贵贱这八方啊，八种方啊，这就是纯缘。这就是定缘了，对啦，定缘呐、啊，那这定缘就是世间的各种的因缘所组成，定缘所组成诶。这每一个人啊来世间，也许你伫足欢喜中间呢，你会体会到生命伫多伊。凡是你伫足无欢喜的时所在咧，你才体会人是无常的。已经是大学。啊，是你足欢喜以后咧，系啊，这欢喜唔知因为啥才欢喜无？体会无常。好、哦，那哀咧足悲哀的人，这些人啊，是大人倒去啊，太太囝往生去的时候，吼、哦，足悲哀。啊，耍了，那嘛是爱等伊啊，噶不是爱伊爱等你啊，那嘛是爱走，嘛爱离开世间，啊，那就听哦，我嘛爱离开世间，哦，我如何呢？离开世间以后，对对去，爱找这条路，哦，啊，那嘛是生命来，六，你看呐，一个人呐，后尾一工底下跳舞啦，欢喜啊，还头海头头海头摇，脚摆啊呢，啊耍了呢，音乐停呢，伊烦恼啊，但后节唔知要哈。这些的音乐唔知安尼无，所以这拢是因缘所在，这都是常事。啊，你善中人，我善，吼、哦，啊善的是，吼、哦，你就像那修行上好个，人拢会来供养，来布施供养，嘿，食施主啊，
念经啊，一世人无法度拄啊，吼，无法度拄啊，吼，你嘛爱实在去做，才我得行，才我得行，吼。那么呢，啊，富的，我好嘢人做做好嘢，哦，我一世，最近啊，有一个信徒，阿姨啊，你新得的是有穷人，啊，伊当时我老师我做事个做足顺心，足好，太足个钱，结果是安尼才会败，哈哈，我真简单，你也败着啊。你赚钱的时啊，头汗头晕啊，头汗啊，脚掌要摇，吼啊，感觉看不可一世，吼、哦。你认为讲你天下会干？你上高，你上牛，吼、哦。我才讲足歹听，吼、哦。你安尼的时啊，你干袂记你家己的，结果后壁你祸神祖神啊，看你啊继续安落，会危害社会，会你会沉落，所以应该你冻掉，你就直直出来啊，吼、哦。我讲你钱啊赚着是无祖先，无是大人。无是大人，啊无这祖先的观念，哈、啊，是你家己上敖，拢是你家己敖。啊，即摆咧，祖先看个拜，嘿啦，我咧叫侬今日我今日来拜祖先无效啦，哈哈。即就是人啊，这虎也是啊，虎爱人啊，富要仁慈。两个人，三两个人咧，二个人，你我两个人，你我两个人，所有诸位拢两个人，互相相关心嘛，爱人啊。贵啊贵咧！有阿说哦，我都有官，我做官做啊什么程度？人咧官咧，嘿，结果咧，一无大无小，搏个加着走袂离啊！官司也嘛好，也是我都陷害着嘛好，啊人怨道嘛好，嗨，你无永远是安尼。包括我这做政党，我啊有机会做总统，嘛四年就落来，四年后嘛我烦恼啊，同款就对，无永远的贵啊，好真啊！啊！我讲哦，你这人足贱呢，哈哈，真唔是贱。伊个人因为伊个生活环境关系啦，所以伊会做一挂下贱的工作，人就咧下贱。但是伊咧真刁火，真侪刁火，真侪人个人互我刁火。你看老岁仔人在去拖下咧捡垃圾啊，安尼在杀，足侪人看不起，哈，你安尼捡迄个。但是我看了老目屎，我你是啊第一，你哪会有法度将你这个一生？有这个身体，你有我都困安尼落，困安尼无人爱做，你有我困落，你捡个物件，赞叹。吼、哦、吼，你这物件呢，你甲捡捡倒去呢，人有诶较糟蹋的物件，但呢，你甲捡个够用，替众生受福，赞叹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人呢，这个、老以上老阿婆呢，伊安尼捡呢，哎、啊，这环境卫生呢，伊已经做着环境卫生，赞叹呢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上大呢。伊爱捡捡，维持伊肉体的生活，维持身体上会当捡只钱，只换钱来买物件，维持肉体的生活。咱人身体、肉体的生活咧，赞叹。好、哦，过来咧，肉体生活，伊后壁有子孙、子子孙孙咧。好、哦，伊有当下较艰苦捡咧，伊十块、二块、百块，欠两年都给孙啊，好、哦，包给孙啊去，赞叹咧。所以啊，贫富贵贱啊，有诶讲啊，伊去做酒家哩。足济啊！伊为做酒家哩，实在伊家庭后壁有真大的痛苦的事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伊来，伊不得不爱需要钱啊，来解决伊的人生，哈、啊，周围人的环境，为兄弟，哈、哦，而且咱嘛安尼是咱嘛赞叹，哈、哦，只是个人的观点不同啊，所以佛那个拢无善无恶，叫常事世间。常事、啊，你若有过的事啊，你有悟到的事啊，就是啊。叫禅师，哈、哦，尝试了所有世间的这贫喜怒哀乐贫怒贵贱，不被他所动，不被这里好多尝试，不被八风所动。不离八风动，就是八风。哈、哦，你要跪着，就叫做禅师禅师了。尝试你就跪啊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这就是讲各位啊，咱爱了解这个法，或者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灭破地啊，那像找人家灭破觉拖觉。所以咱要成就啊，一定是世间三宝世界各位家庭内底，都我都成佛啦，我都成佛。所以这个气就是空气的世界。
哦，这个真邪气的，就是空界，空界跟色界完全是等号，互相一来一往。那么空界呢？好，各位要了解一点，气的心，气的身，身心爱合一，爱等号。哈、哦，身心爱合一，身心合一，这气与气哈，就等号一来一往。心，咱将目经过目睭，吼、哦，这都五官，这都五官，目睭皮啊，叫做感觉出来。经过五官呢，所感觉出来，传入咱的心，传入咱的心，传入咱的心呢，都是转达对咱的精气入面。所以咱的开悟的境界是开悟的啊，开悟了，跟五官。一定爱照五官要开悟，一定爱照五官照得到。哦，要开悟，要扩开，拢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这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会等号的问题。哈、哦，那各位啊，咱来学佛要修行啊，必须要了解这个原则。所以世间一切贫富贵贱呐，拢是咱人生的导师，拢是咱的老师，咱的法哈、哦。所以咱应该搁说了哈。咱应该爱体悟空界甲色界，本来拢是相等号，两个都是相等号诶。好、哦，这都是佛家所讲的色空不二妙法。恁当中哈，哪伫都会看到人讲色空不二，色空不二。恁唔知捌看到色空不二，恁唔知捌相信可能有看哈、哦。好，色空不二。我你就是安尼啦，你当当看人阿佛啦，佛家在讲啥？受空不妄，受空不妄，受空不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哈哈，各位要你要着修行啊，要开悟啊，必定离不开这个法则。那离开这个法则呀，要开悟是真不可能。所以受空不二，人的力量就是先天气的表现，都像讲过，咱人的力量。咱人的力量就是先天气的表现，不是气的表现。咱会当转会，我都写字，我都讲话，我都思考，拢是先天气的表现，啊，不是后天的空气的表现。因为后天空气呢，经过咱人的运动以后呢，所造成的流动啦，啊，是讲我今甲你讲，某个人你请过来者，你就来就叮当啦。叮当来，造成空气流动。那么呢，所以这真气的就是咱的先天气，就是咱的思想所引发出来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先天气是如如不动，咱的先天气如如不动，潜藏着唱调的，有是核子能的威力，核子能那核能发电厂啊，那核子能的威力。如果没有外在的引信，假使那无外在的引信的时啊，来促引，来激发伊啊那个炸弹，炸药本来就安定的，炸药本来就安定的。那假使无外因来促进的时啊，伊无得爆炸。核子能啊，拢是核子能，气拢是气啊，核子能就核子能，气就气。啊，这就是讲咱一间厝。一间厝，比如讲，咱一间厝原来呢，啊，原来就好好，原来起好一下呢，原来安尼，你本来就无代志，伫病院内底起就病无多代志，忽然间呢，人都去当初安尼来，才行多。行多，那么这个行多呢？忽然间呢，这都是气所生，气就是咱人有为法，有为法，有为法的咱起出的，叫做气啊。咱人所起出起来的三生气，这嘛气所生啊。所以三生呢，行多呢，这个行多呢，冇空气的对流，三生行多的对流。那么安尼来的时啊，造成呢，这个煞气，这个行路的气啊，来来去去去来，本来就直接引入内底，内底的有下就爆炸起来，同款意思，这就爆炸起来。
好，接着按咱第二阶段啦，讲这个已经八卦的事啊，是按咱状况之下，才会产生爆炸什么法呢？地形什么变呢？这内底这点呢，叫蒸汽。蒸汽，咱一间厝里围起来，围起来，内底都叫蒸汽。蒸汽反射伫中，反射伫这蒸汽都下边来，反射来这家来，反射来这，反射伫这个所在。一间厝一起一转呢，伊蒸汽一平衡点就点，一间厝的平衡点，一间厝的平衡点呐，反射这，反射伫这里，反射正面。那么你这栋厝嘞吼，你这个行窗嘞，行啊刷你窗来的时啊，阴气伊伫倒位会受到这样的引线。阴线呢？你这条来的是乱的电呐，原来是二数，本来告诉这里 plus， 这个处 plus 是平衡。你忽然间呢，一个召集了 plus， 这里都 plus 的电呢，你都一定受到去啊。所以三星电也受到去啊，好吧？minus 也受到去。一般呢，咱的厝呢向安呢，这里行正面行窗来拢上查某人，拢上女性，伤女性。好、哦，伤女性爱注意，这样啊，那倒边冲来呢，伤男丁，一般还是伤女丁，这伤男丁，这伤女丁，啊，那是中来呢，哎，拢蛮好，查甫拢蛮好，哈、哦，中下过来，查甫拢会着，哦，我们家丁个张讲的，那最近魏老康这里大火。为什么大火的消息的咱代理的吼，都代理市场因家赛吼去提遮一寡报喜的吼，去甲救济的慰问的，结果遐看咧六七间咧，头前拢是安尼行啊标都写一排，那么厝角都标都一排，所以说会发生遮不停的问题出来，吼、哦，这都是真，这都隐性的炸药底啊。我这日咧时间到了，日咧砰一下，也是无代无志咧，人行过都踢一下，又一砰一下，爆炸起啊！哦，迄个发生的代志，所以这个问题啦，这个问题就是拢刷行窗引起的，行窗这拢这窗这引起来，甲输了对边来。对边来，这是一定有教过，有教过，好在行枪对这来，这枪的不到边，我枪的阿达嘛，好那枪的后边来呢是啊，后边来枪呢，后边出这样出，啊这行枪来呢有教过，好啦，这拢是煞气游离的，叫做空气，夏天的空气。阴生天的蒸汽，诶，发动，好、哦，先天发起，先天蒸汽发动，好、哦，这个原理就是安尼，厝会影响人，即完全是用电。那么，厝即电为何讲一定会影响空气呢？那电会影响着呢？空气的流在流动，空气的流动。一定在流动三星这静电，输叫的时啊，你就感觉有当时麻麻，感觉头壳那真麻麻。你来这边别人厝嘞，靠近这边去厝内底，我头壳麻麻。哦，这你爱做，这个厝内底一定作乱的气乱嘞，所以一造成一头壳麻麻，头壳麻麻嘞，迄就乱的电波，头壳麻麻思想伊就失去正确的判断，好，头壳麻麻嘞，伊的日心乱去啊。哦，迄个智慧就未生出来。这是空气啊，夏天的气啊，夏天的空气会引发先天精气崩塞。那么这个人嘛，赶快，为什么人会气死人？好、哦，这个人本来一直无啥代志，向向外面啊，好、哦，来引起向向外面引起一句话两句话嘞，好你气死啊！好、哦，这嘛作者世间嘛，真是这，好、哦。这就是人间的不幸啊！咱人无了解，这个人啊，精气、空气、甲精气原理啊，所以才会造成安尼来。咱过来讲，但是啊，咱一旦咱周围啊，咱厝大周围环境
的需要，吼，也是咱人周围环境的需要啊。的需求是啊，都会促使精气发起真力，因为一个人啦有需要的时啊，为了保护家己，为了搁在迄个顾着家己性命的时啊，会发挥伊的能力，吼，表现伊生活，表现在身外，吼，表现在身外，做命这嘛是色，即是空的妙法，吼，咱心经内底色。你懂吗？读心经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色空即是色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这个道道理大念念啦，空空空，色色色色，空色色色色，直到空空到空到空，唔知啥到底啥意思？啊，都是都在我所讲的色界、空界、色都是气，哈、啊，这个怎么气？哈、啊，先天的气。这个来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哈、哦！这个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会影响到这个精气的道理啊，就是因为空气的对流，会将这阴气，这个叫做引线，引线的引线，哈、哦，导火线，导火线，导火线，要砰就起来，所以你后边真血柱能咱血柱断。原来底下无创啥袂灵的人，一旦你家敲叮当就病去啊！吼、哦，炸弹嘛是安尼，啊，你若无创啥，伊嘛袂伤人啊！你这个敲叮当，空气的关系啊，有当时空气流了呼呼呼的，你得刷个一直病进去啊！引进，这叫做色，这就是色，吼、哦，这色感，所以色只是空，空即色，过来就是这思想。哦，思想智慧，哦，思想智慧，啊，这个咱来过来就是三，迄条做产品，哦，迄条做，哦，产品，比如讲啊，咱在座，啊、哦，对，安尼好，谢谢哈，对不起，啊、哦，色加这个康，色加康，哦，这两个好像的，谢谢，空界思想。好了，病人啊，我这很像铁柱，电铁柱，啊，那些田里有田铁柱啊。一是，一三片都是水质啊，水质，水质，这水质的吼，拢学校啦，到学校啦，机关叫大型饮水机，啊，一是这水的普通咱的水的规厂加的吼，烧，行了吼，过两工啊无加盐，啊，迄内底卡水垢会变质盐。已经是大学大啊！你这问题呢？你当然为水的起问题。我都想到咩啊？向主动控制，吼、哦，两工若无食，伊主动就漏掉去啊！啊，主动漏掉去是，啊，新的再补起来阁行。这空，思想想起来，啊，这色界你的产品就色，啊，产品的你是色的色界的是啊，色是色的产品呢。你就哦，我即摆还佫无理想，我都佫想啊，因为有有形的产品呢，你才佫一个想，才佫因就是空间思想真真气，真是内在的能量啊，佮才佫发明出来，才佫想，一直想，才佫回来，啊，一直回来，一直来，来来哦，来哦，产品到最精进、最好的阶段的时啊，摕到最后阶段是啥呢？最后阶段是啥？最好的材质产品就是涅槃，涅槃，涅槃，涅槃的极境，已经到最顶点了，最顶点了，对，已经到极境，叫极境，极境，清净的净，这个物件做得足清气的，足好的是啊，啊，这对人体的影响特别强的啊，好，这就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。那么咱人空界就咱心思想，咱的心，咱思想色界所看到，色目睭所看到，就是要激发咱内在的思想，咱的思想，咱的思想做出来、想出来了，然后再过反射到等下看所有一切这样物件，
更加超然。而当时观世音菩萨啦，当时观世音菩萨啦，伊要来那个降下凡尘，佫出世的时啊，吼、哦，正光明如来啦，啊，未来世间出世，啊，刚好那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佫现在空中显化嘞，你看念这里、个，观自在菩萨。好，那空不是色，不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即是空。安尼讲到这也是，是那个观世音菩萨啦，马上开悟顿悟，马上顿悟。吼、哦，我身体就色界，我思想就是色空界。吼、哦，所有一切的表现呢，拢是咱的内底真气的花落，真气的花落，什么发能发落出来？相对的，一间厝，咱一间厝呢，内底的真气、真气爱旺。会往哦，除了着该开窗啊门，该开开，该开该空气流通哦流通。啊，外面后摆气啊，煞风大啦，咱该冻甲冻掉以外呢，咱呢，这里叫做该流啊流，吼、哦，无应该该冻啊冻。以外，咱厝内底的，咱就搞做平衡，咱就白贴。咱厝内底白贴该关就该关，该加该加，咱只摆袂影响到咱的感官。有个人呢，我厝就爱创乌色的，踏入厝内底啊。真黑暗的形，咁啊，即个就烦，啊烦呢，迄个色界引入空界，引入咱空界，吼，啊空界佫时时偷看记录，啊，我去某人因兜，那只暗只压压杂，吼，啊你啊只压杂，哎呀，你啊佫烦了，足惊佫看到，吼，啊那佫烦，所以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的时啊，咱心就无得清净咯，我一间厝嘛，同款道理。那是讲咱厝哦，感觉我足有钱，布置真豪华，吼、哦！这四个壁、四个墙、四个挂挂到外国去，创创安尼嘞，嘿嘛是真真正正的好处，吼、哦！这清净心，让清净为原则，会清净原则。啊，还有咱一个信徒，我较早去看出，伫咱凤凰岭，伊的厝是装潢较足水，涂骹、诶大顶都创乌单，吼、哦！你全都在用。哦，啊，红团、黑团，大家创水。啊，我看个看叶太太哦，不管是手提一条筋啊，我讲你的业，你要筋啊业，你看到垃圾你就切，我吓啊，哦，足惊歹去，足惊垃圾就切就切。切到暗时啊，窗啊门就关咧，啊，二时咧就爱注意出边头尾人工事，你晓得无？竟然门口门去关，自己干唔干了？烦恼何呀？黑团、红团遐物件都要去，大家讲你无彩，你人生惊去抓。有够可怜，哈！一条囡仔摕了，准备要切，要切，要切土下，要切嘞。这不是人挖物件死的人去哦，去拔呀，迄不是真可怜。哈，这是色界、空界、色空空色，时时烦恼讲，我厝内底都会垃圾无切，袂使嘞。哈，迄就色界、空界、色空空色空色色空诶，影响着咱一个人的思想，影响着咱的心，心就乱去。哦、要咱的信徒来求啊，老师啊，我结婚十多年都无惊了，我都是祖先公公公。哦，你还都无惊了？你去祖先，我安尼啦，哦，我根据我所知影啦，你看吼，卖讲伊好，卖讲用神通力，家你看你的缺点伫倒啦，看你的清差吼，我知影你伫想生气啊。恁囝吼，吼、哦，我来投胎，我来去恁家，啊，人连么两不忧嘞，吼，你着甲外面面试，一不使嘞，吼，你外面面试，啊，物件藏的吼，哪藏的，你着外面甲迄个，你逐项都嫌我无着，老孙你也知哈，吼、哦，我足惊囡仔来阮家，来阮家物件甲搬甲死个，创甲种垃圾的，吼，我七甲七袂离，吼、哦，创甲啥物，我恁囝哪敢来招病嘞哦，对不？啊，你就啊，无安怎，我简单你对吼，切物件现在去。吼、哦、啊！米就回再起来卖煮，暗时看溜了就困了，爬起来就酸就出来了，出来就拉出来。嘿，无老久了，过几个月来，巴肚吐出来，老师要安胎啊！我要安胎，我老师你足厉害，我你讲我你咪祖先公公，为什么叫我出用用诶？啊，都有心啊！我这个你咧高尚、业相、自私，吼、哦，干呐吼，你自己干干呐烦恼讲。那么生囡仔烦恼，看别人囡仔来遐尼精，你唔知咩安怎？啊，你来你又烦恼啊，唔知会清气无？你所有精神拢伫遮死的物件，你本来内底真气啊，你真气无发露出来，所以必定的造成的，你囡仔唔敢来，没有心，未记得好生囝。
因为啦，老师，我足歹势啦吼，啊，迄油饭嘛食了呀，油饭红卵嘛摕来食了呀。好，这就是讲一个人世界引起着你思想引起你的出来的。啊，我唔是叫大家出来去清清菜菜呢，啊，老生都爱烧清气啊。哦，那无收的吼，那要不生吼啊，放较开的啦，哦，卖收计较的吼，安尼来啊，相信的，你的希望烦恼会解会减低。哎，咱的空甲色，色甲空的妙法啦，唔是讲到这个一撮撮啊，下咱所讲的，下一撮撮的范围遐下，咪一撮的范围遐下，所以我伫足侪年前啊。好、哦，我当一个正觉寺的老师傅，正觉寺台中正觉寺。好、哦，正觉寺的老师傅啊，迄个啊，伊也甲讲，时伫我面头前啊，时嗰度，空中妙有，空中妙有，一时个在提起这句话。当时啊，我佛学也未真正详细去了解的时啊，我讲空中妙有，奇怪空中见看起拢佛念啦，空中妙有，啊看都无啊，那有啥？天顶那有啥？那么一头毛都佛无花安尼尔，无拢尘埃尔，那有啥物空中妙有？啊，一直个时时用到念遐，啊念遮咧，啊我都有一工香香咧，去学过着，哈。空中的思想里底，咱的思想啊，思想心灵，咱智慧佛性大智慧，一智慧啊，无边无边，无边无际。空即是受，受即是空，就是咱的要做的任何代志，拢对再三的考虑，对咱心头慢慢静静去考虑，去考虑，去计划，去考虑，然后咧，就才表达出来。空中妙有。在咱灵魂的世界、天上的世界、吼天顶的世界咧，就叫做世界。满地是黄金，有数十啊，八折的啊，伊拢是祥和，啊，叫做世界。伊路拢金啊七宝所铺成的，鱼条水内底嘛是七宝所铺成的。啊，迄水啊，吼，咱拢是非常清，流出来一声咧，非常好听。所以叫做世界就是空中妙有，空中妙有。那么在佛世界，天顶的世界咪同款。会记得你十三年前，哈、哦，哎，好多人有一届咧，好多开那都开蓝天咧。顶落来时啊，看是天上的时啊，啊，这天门咧，哎，足水的门，非常水的分量，足水的门咧，啊，都这个门啊。一个大八卦，一个大八卦都卡掉的。啊，我最看你卡八卦要安怎演乱呢？迄阵啊，啊，诸菩萨几个仙师啊，好、哦，才有法度用伊个八卦将这个天门开开。哈、哦，然后咧，几个仙师啊，往上多做，在教导我如何把将这蓝天天门拍开啊，用我的八卦的如何拍开？拍开了，所有的呢。诸天诸的心行菩萨呢，拢来找个人有缘呢，找个人有缘呢，拢来叫指导灵、指导灵、指导。指导灵就要来守护、指导、牵引所有现在伫台湾行动者呢，即众生、即有缘来出世者，即人要来牵引呢。会当在世间修行。当门打开的时啊，第一个撞落来，你知影啥人无？南天门打开的时啊，打开南天门，李维会，李维会中间是空，好，结果是啥人？悟空，孙悟空。孙悟空咧，飘就酸落来咧，看拢无晒。我想啊，你无金刚棒，那无叫金刚棒。伊讲你门开伤紧，所以啊，门开伤紧咧，一撞落来，金刚棒袂记得砸。
唔知只要出去啊，即尾啊一道只神啊姜啊断啦吼，迄、那个孙悟空啦，来降机的时也是开明白嘛好，吼，那无甲问讲你公公帮我拢无咋，所以伊拉唔捌开啊，无咧开伊咧，吼伊公公帮无咋，吼就是，但是迄法，一对李维慧，吼这悟空。你要开悟咧？啊，孙悟空，伊讲我孙悟空，我孙悟空，哈，我感谢你，你甲开始点？孙悟空先爱悟这个空界，悟这个空中妙有啊！先悟这个空，先悟这个空，你才有法度，才有法度开悟。好，你若无悟清空界的时代，你无可能开悟。悟起这个空者。真气、精气，精气就如如不动能源。如如不动的能源，好、哦，那的指导连过去结一开结连，指导连过去呢，指导连看过去来，好、哦，带领带过去来，那个叫东西来结结缘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你蓝天啊，你为会。哦，离为火，好、哦，火的一起康哎，火是康，离为火，好、哦，所以火康呢，在演火空作用，火康，火康即演，你知道咱呐无明火呐，要怕咱的无明火呐，打消自己无明火呐，一定爱对边啊看苦的。对边啊，看苦嘞！你们会得多是对外个强了，一定个算你把你含家里都烧掉。必须要对边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烧了，慢慢烧，慢慢个消失掉的。啊，那个我都是悟空，你从这边啊，慢慢的养摇，或变成顺音起来，变顺音，顺音的会者会的，会的这顺音的比如坤，坤的透。困得到，所以慧性好啊，慧性好，所以一切人间的灾厄啊，全来化掉。那么一间厝内底，一间厝内底啦，那个我真炎热，我建议各位加种一挂树啊，加留一挂土。这么真济人呢，厝呢，吼厝前厝后呢，看个白白白，看个白白白的，拢是火炎。火炎呢，火炎就用下时啊。火伤炎呢，会伤咱的脑，伤智慧，吼、哦。这个火坑积炎啊，时啊，你会伤全家，心烦气躁，吼、哦。那么你啊，用这土，朝这土来互相生，土来慢慢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吼，一个种一挂草木，吼、哦，你这间厝过就变好去啊。若是咱一间厝啊，你有着南风咚咚来吹，真的烧风来吹的时啊，各位。恁这一个方法，恁这风小风吹来所在啦，你会用种一挂树啊，阿免偌悬，或者树啊，这空气入来，你会渐渐的改变你厝内底的空气，改变厝的空气啊，或者土，哈，种一挂一挂草木土，啊，这空气渐渐咧，你有法度将你的厝的环境来改善，这就风水学的妙法，迄个空中妙有啊。空中妙有的法门，护持维新电视台，小龙年九龙聚财宝，万水朝宗挂图，祝大家发大财，请洽各分寺道场法讲师，或洽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，洽询电话0915-970-600，0915-970-600。
哈、哦，所以咱的空中妙语啊，嘛用伫修行，用伫咱体验人生，用伫咱的一间厝、的家庭环境，或者用伫公司。假说咱这個公司啊，所有员工啊，吼、哦，感觉火气真热，真够冤家。我建议各位尽量放一个盆栽，盆栽，哈、哦，盆栽土多多完无要紧，哈，盆栽树啊休息啊，火休息啊无要紧。火土相生，一自然会化掉的。这个家内，这家内嘛好，家内卖较平和，啊是讲这个公司内底较平和。吼、哦，这我是建议各位啊，这是空中妙语，根据这精气、先天精气、甲后天精气，这个叫做诶原理啊，来改善咱的环境。若是咱一个人真够生气，够生气的人呢，叫他过来食饭呢。傲生气的人，好一个生气啊！你着地个芳好食，啊是嘞，他过来摕一寡物件好食嘞，嘿，啊巴肚那胀哦，就气不落啦。巴肚胀是吐嘛，胃啊鼻吐嘛，鼻吐，这个人真够生气哦！他过来就买物件好食嘞，食嘞吼，伊就讲了，迄个叫做鼻吐有足食，伊心火就袂旺，袂就变起来。心火袂直直清净，所以你鼻吐，你的心火直直压起来，鼻吐愈发汗，你这因果循环，真趣味。顺这机会跟我打个蛋。这个，咱一旦呐、啊，假使呢，咱的心火嘞吼，咱心火直直压起来，真够生气的人啊，真够生气的人吼，真够生气的人，吼，真够生气的嘞，那么你就造成嘞一断掉去啊。断掉去，啊！鼻头不足，心气经无力，气经无力就足够生气的。啊！鼻头不足，气无力嘞，到尾就心水不足，腰酸骨痛，吼、哦，腰酸骨痛。啊，过来嘞，就是肝木，心骨无力，肝木不足，肝机能无好。这因果说的肝机能无好，肝木不足时啊，你就无法度去生这心火。真侪人嘞，因果说愈老愈烦恼，身体愈歹愈够生气。那么想好方法呢？我都要创好食食物，就是吐，哈、哦，食不得吐。你自然的，你要加食个人一定较袂晓生气。你再看卖啦，唔知有一句话吼，善人熬生气，是想善的是熬生气，愈生气愈食袂落，愈食袂落愈熬生气，因果循环。那么你啊，啊食饱饱的时候，啊，你在老闲都好食嘞，食嘞，嘿，自然呐。自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将会当将伊的这个心情啊，吼、哦，心情啊，拢会改善，吼、哦，今日吼、哦，咱即节嘞吼，咱就到这为止，好、哦，咱今日嘞，即个到明仔继续，明仔继续，吼、哦。